咁呢度咧有啲展品咧就係嗰個 adaptive 嘅 accessories 啦，咁就 Microsoft 係有出到一系列嘅一啲俾身體唔同需要嘅人咧就去使用嘅一啲 accessories。咁呢個咧就好特別嘅，呢個 mouse 咧係可以咁樣拆出嚟，即係本身咧佢呢個都一個藍牙 mouse 嚟嘅，咁然後咧就可以套翻落去個殼度啦，嚇呢啲殼都可以 3D print 出嚟嘅。咁咧就可以變成一個咁樣嘅 mouse 啊，咁啊係有個底座添啊，呢個版本。咁另外咧就有啲咁嘅 joystick 啦，又或者係一啲咁樣嘅方向掣啦，上下左右啦。咁呢啲咁樣嘅 accessories 咧，都係要先配對呢一個咁樣嘅盒嘅。咁呢個盒咧就係一個藍牙嘅盒啦。咁你係可以用藍牙方式。或者是用有線的方式，用 USB-C 或者是用一些專用的線呢就去配對這些這樣的 accessories 去用的。那呢這個都是比較有趣和特別的一個一堆 accessories， 那就方便不同身體不同狀況的人呢去使用的，就是這樣啦。